先声音响，隔壁的展房是两个线材品牌，也是夫妻老婆店，荷兰的 Siltec 和 Crystal Cable。 今年是 Siltec 品牌成立40周年，明年则是 Crystal Cable 成立20周年。对了，后者好像改名字了，应该叫 Crystal Connect。 Siltec 一路以来是坚持提升线材导体的这个冶炼技术，从1988年他们开发第一代的 GE 的纯银导体，到2021年开发出第九代 G9 的导体，将导体的这个失真率啊进一步的这个降低。他们也从单皇冠到双皇冠，到15年开始三皇冠，以及最新的还有一个叫 Royal Crown 系列更新，它总是会给人带来惊喜以及钱包上的压力。这一次我见到了主持人 Edwin 和他的太太 Gabby， 他们有份主持现场的聆听活动并讲解，两人还是像以前一样充满活力和干劲。顺便说一下，以前大家都以为 Edwin 负责银彩， Gabby 负责金彩，两个品牌两个主持人，实际上这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因为目前两个品牌同属于同一个集团，叫做 International Audio Holding 公司。工程师出身的 Edwin 负责产品的研发，而他的太太 Gabby 和两个儿子则负责国际的营销和业务。现场的扬声器、功放、线材全部都是品牌自己的。扬声器有看点哦，叫做 Symphony， 交响乐，1.8米高，1米深，单支重量超过200公斤。这个不是 Siltec 第一次做喇叭了，多年之前他们就有一对扬声器叫做Pantheon 万神殿，就是那对高音是静电振膜的三分体设计。这次的Symphony 比 Pantheon 噱头更足，同样是三分体，却是五路的这个设计，合计有13个单元。三个箱体可以通过背后的这个齿轮啊去调整打开的位置。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，就是三个音箱的接触点，我看了是设置了真的红宝石。视频里面你会看到，真的是红宝石，是红色的。最下方的是低音的箱体，前方有两个18寸的低音，两侧各一个18寸的低音，也就是说，一对 Symphony 搭载了8个18寸的低音，能够重现不失真的17赫兹低频。低音的上方是中高音箱体，高音使用的是双履带高音和双钻石高音。注意，这两组高音不是一起发声的，你只有客户自己来选择，选一个来开声。据说现场接驳的时候是用钻石来开声。还有一点需要说明，扬声器的框架基本上是一个框架式的骨架设计，没有，就是不是密闭箱体。你看到侧面那个黑色的是透气网罩，不是板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字，通透。
全部机内连线来自 Siltec， 驱动的功放也是自家的 Saga 三件式放大器。据说这对扬声器啊，全球限量十对，能听到很不容易，所以进行了录音，请你们一起听听看。据说这对扬声器很快就会到上海来参展，上海的朋友们有福了。在 Siltec 展方隔壁的是 Audio Extreme 银声贸易的展方，他们带来了有STST 的这个黑胶，还有 Bergman 黑胶 EMP 的唱放 Facemation 的唱放和功放驱动、Lumen White 的扬声器，这个是我要听的，因为 Facemation 在大陆能听到机会非常少，搭配 Lumen White 就更是罕见了。不过听完之后我有投诉，不知道是因为胆机驱动 Lumen White 慢半拍呢，还是 Facemation 与 Lumen White 他们的配合不够默契，现场的声音无论在刻画力还是驱动感上面都比隔壁台要比下去。现场这对后级已经是 M5000 的旗舰后级，使用一对贵族之声的这个 WE211 的输出管，然后50公斤一部，再加上同厂的原配的 CM2200 的无源前级，应该是够搬的。你还没有看到他们的这个 EA2000 的六件套唱放，需要占用三层架子才能够设置。所以器材是够搬了，声音的调教还需要精进。黑胶系统实际上很复杂，牵一发动全身的。顺便说一下，他们还有代理法国的 JM2 的喇叭以及日本 Aurora Sound 放大器，这两个品牌都有不错的性价比的，但是也同时需要喜欢小众产品的玩家才能够欣赏他们的美。